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蒙，这是善美，我老婆。大家好。今天我俩在家憋得太难受了，出来上附近的村转一转。上一次我录这个视频，我尝试去走路探索一下，但是没有人行道，村与村之间，这个人行道都是村自己花钱建的，所以村与村之间呢，这个路基本就是通车的，它也不会有人去建这个人行道。今天我俩就是正好有时间，带着我家小狗一起出去带大家转一转，走着，说话。哇，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你憋着开车哦，开车，我好好开车啊。虽然在村附近，我们村附近，但是出门还是用这谷歌导航。平时我俩走的地方附近比较少，但是这谷歌导航老说中文，是我们这边在意大利唯一一个用中文导航的吧。谷歌应该他应该说英文啊，他怎么说中文呢？我不知道怎么，你把我手机的语言调到中文吧。不是我调的，等会儿听啊。400米后向左转。听到没？行驶400米后向左转。我勒个去！你看风景吧，真绿啊！这一大片仙人掌，果然离非洲近。这雕里边怎么浑身都是刺儿？哎呦我去，这东西我哪天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炖点。这个是小平房，全是仙人掌啊。谷歌导航一顿导航，给我媳妇儿跑丢了，从山里边一顿绕路，现在去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村，我晕车在山上来回绕，手都发麻，还带着我家狗，狗也快晕吐了。太帅了，找个地方喝一杯。哎，这个村不错，挺漂亮。我在的南部啊，这些村全在山上面，这些景观看起来还不错。看那边还有山丘。哎呀，不过在这儿住太不方便了。你说去哪儿？去城里的高速也没有，就这种弯路来回绕，下去也不方便。我这是跟我老婆走迷路了才来到这样的地方。你看，他也在拍，别对拍。太不容易了。老婆，这是个小教堂吗？哎，还真是。那上面有口大钟，这就我家门口那个教堂是大喇叭代替的，人家这个是真正的钟。这看着真不错啊，挺可爱的。南部的小村庄，老婆，咱俩这走哪来了？这胡同太窄了吧？你小心点啊！天哪！这个地方有点压抑啊，小胡同。哇塞！哇塞！咱俩下去了，下面应该没有那个吃阿白的屁股的，你小心，别再往下走了吧。终于找了一家开的这个小快餐店，我买了一瓶小啤酒。然后买了一个小可爸爸，就像土耳其烤肉，这是希腊式的，吃一吃东西压一压，要不真的吐出来了，快，挺香的。嗯，给我留点啊。嗯，坐在外边这个天晒太阳，喝个小啤酒，别背了啊。你看我老婆吃的真带劲儿，我放挺多辣椒。咱们来这儿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不是，其实离咱家不远，是不远，只是我走错路了，然后到了一个特别偏的农村，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路也挺破的，开车也挺吓人的，主要是那个路太绕了，我这给我干那个车上两个双腿都发麻，有一段都没有铺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土路，是土路的，对，土路，
太可怕了。吃点东西压一压，然后咱们往回返程。对，你再喝一口。对，对，浇快一下，给我来口 K 爸爸。嗯哼，嗯，好吃。嗯，哎呦我天，终于到家了！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又一顿晕，那个路弯弯绕绕的，就像那个蛇的身体一样。今天那个导航可把我们给坑死了，我刚才下车就吐了，我在车上给我晕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，就是那个手也发麻，像针扎的一样，这个脚也发麻，在里边坐着就低个头，马上就快约出来了。我看我家狗也不行了，还加上渴。那个谷歌地图，我说它是应该是外国的，为什么说中文？我也不太理解。我老婆也是在意大利这买的手机，它中间有一次系统换个中文，但现在也调成意大利语了。但是那个导航一直在说中文，明明是一个往左拐，前方400米往左拐的，它就说前方400米往右拐。到前面我们拐就拐丢了，就左右它不分。我不知道那个配音是不是中文说不明白，还是怎么着，还是村里的地图它采集的没那么准确。以后这种东西我真不能太轻易相信了，太坑人了。我们干到一个大深山里边，后来在附近就找了这个村庄，一搜都不敢看路线啊，就直接看卫星地图，哪个地方村庄就那房子多一点，那就是个村庄，我们随便定了一个就跑那儿去了。结果这个离我们家还不是特别远，但是在意大利南方呢，这种的村庄和北部还不太一样，都是在那种山，特别高的山上面，所以要从下边往上上，你没有车的话根本就上不去，而且你开车的话也特别危险。就是我听我老婆说，就那样的路啊，经常有些车就从山顶上有人就干下去了，所以特别危险，晚上就不能开，住在那样地方的人出行也不太方便。你要碰上我这样晕车的，我平时不太晕车，这真是让人受不了。行了，那我给大家录个视频也不太容易，我等会儿再去吃点东西再压一压。别人一吐什么的，一恶心就不想吃饭，我是一恶心就想吃东西。喜欢我的朋友，希望点赞并关注我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